便秘困扰不宜用哪种姜来料理？有便秘困扰的人使用哪一种姜来做料理反而会更严重？ A 嫩姜， B 生姜， C 老姜。 C 老姜，猜一猜就知道。因为我觉得它放久了一点，它里面应该会多的一些成分会比生姜或嫩姜还要多。而且有一个原因，有个原因什么原因？老人也比较容易便秘。老人也比较容易便秘，所以是老姜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全民新攻略。